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林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我们第三集。那我们介绍我的小伙伴。谢果果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次的目标。这次目标是去到地狱，然后寻找绿色森林。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好。这里有一个爬杆。它好可怕！上面有一只，你头上有一只，两只哦。对啊，刚你差点被那个上面那只打到，它是不是卡住了？它是不是卡住了？你就让他卡住吧。欸、你要走哪个方向？往这边，往这边一直直走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好，绕过他。我觉得我不知道真正的几率是多少，但我觉得还蛮低的。没事，我们地狱堡垒过去找看看，应该会到。错吗？自己做的。哦，对，上次。逛地狱堡垒的时候，变什么？往上哦，我记得是要往上。又要往那边走。举盾牌，你举盾牌，小心一点。后面有两只烈焰城。诶，后面有一条上次我铺的，是这个吗？好像有啊，丢火球，我没有看到有你，后来有声啊，下面。好啊，被堵住了。哦，好恐怖！先离开吗？他下去了。你小心，你怎么掉下来了？
量走在树上面。独立为什么挑一条这么难走的路呢？我放心。对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没关系，如果你掉下去，我再下去找你。Okay. 好，上来了。下面有猪欸，那个。我今天不要跟他们冲突到。哦。下面好多猪玻璃。挖多一点东西好了，接下来要我给你一点，我给你一点木头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挖这么多。过来了。接下来我要去地下了。到了，快到了！他们有跟来吗？有，刚好都在道路下。我的电材要不够啊。那我来。你快到了，我还有一组。等一下要让他们上岸的话，要第一个他们才上岸。不要！要再跟岩浆平行的那一个，我想一下哦。怎么办？那边有黑石比较低的那边。可是有那个爬机。好，不然我挖挖看这下面有没有东西。好像都没有。我已经跌到了。好，那我过去。我钓竿先给。先给你吧。我要把它垫过来。这样子就可以在岸边。很危险哦！相信我哦。好。哇哦！我在旁边先垫。你帮我看哦，帮我看。他们
上来了，我会去叫你。谁上来的？哦，可以，你可以把它带伤害。啊，变色，好可爱。给你。那我要骑，可是，哦，我要把它移过来。全部都跟过来了，好可爱哦！你的工作台在啊，现在放下工作台，让我坐一下，让我睡觉看吧。你是不是刚才有拿绿色蘑菇？拿着，拿着。你可以喂它们，喂大只的两只。我喂大只的，好。来了，两只哦。哦，我刚骑到他头上。哇，你真的在他头上，好帅哦！好可爱哦！你在这里接我，接这个。我来了。啊，我上去。有，知道了。可是我骑他不是应该也要有成就？啊，我头。骑他会有成就吗？骑他会有啊，我骑去岩浆上看看。啊，我又卡。你有啊？等一下有那个啪叽。我有单打。我先打。哦。现在我们走回到那个地狱的家去。好。在哪里？我在刚才爬过来的地方。那个熔岩球熔岩什么？是史莱姆。只要爬上岸就会变紫色、啊。这只是我的，它头上有马鞍，这只是我的。我会上去，好没有。对啊，啊你有没有那个钓竿？我没有钓竿，你先骑。你上面又是一个地狱堡垒。我这边有一只啪叽。等一下，我打他，要打，很大只哦。热门，我慢慢走回去，然后你骑他回去，哇！姐，我要，哎、欸，他一直跑很掉。OK 吧，我在上面看你。他在陆地上走很慢，再等我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不会找到？应该不会。我如果要下车，我下车会走到岸上。哦，你看，好可爱哦！有我姐任务了。哦，我撞到头。你不骑着一只回去？我没有钓竿啊，我没有钓竿。你要解任务吗？你要解任务吗？要吗？不用。很好玩，你不玩一下吗？小心那个爬梯。那要走回去吗？好啊，我走上来了。OK, 谢谢你们。好。哎。来，给你。他慢慢，他在这边走。然后你用胡萝卜钓竿的那种方式喂他吃一下，他就会解的，啊？点一下右键，喂它吃，有吗？哦，有了，很好玩呢。帅啊！走！
我失足了，我看着看着你骑那个赤足兽，觉得超可爱，然后我就掉进岩浆了。我跟着你走，因为我现在空装。走得有点快。快！回家嘛。糟糕，我的装备啊！我刚还有一个钻石镐，全新的嘞。对。哦，我的剑是铁剑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哦，我身上有一个钢炉哎，不过还好，还可以。还有什么？我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带着叠上去。你要带它上去啊？还是不要，就放它在这里。其实可以带上去啊，我身上可以多留下。还是我们就放生它，到时候我们找家里比较近的再养。那我就把它关在这里。我不会。怎么拿？你刚才是怎么把它装上去的？右键啊！可是我现在点它右键，我会骑上去。那你按 E。然后呢？你没有直接玩？没有。还是他好像能拿？我看他身上能不能拿？嗯。哦，好，没事。你够吗？你够东够的地上了。我想办法叠上去。那就放生它了。再找一个，我丢一个箭才下去。什么都没有，好，谢谢。我好累哦，我就自己跳进岩浆了。啊，这样就好，谢谢。你有没有食物？我剩下三颗半。
迷路了。好，你有两只钻卡。这边有木头和痕迹。是我哥，这应该是我爹的木头。哦，我看到木了，应该是。六根中间珍珠多，对，然后再充。那我们就不用打中安德。我们有力量感吗？下面，可以，是打我，是打你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还死，哦。
不记得，我跟着你走的。这么恐怖的路吗？那我要铺安全一点。我们家的，哦，我看到阶梯了，我看到我坐的阶梯了。上去了，我自己叠。走下面，哎、欸，你走上面没有走比较快吗？我比你快，我到家了。Yeah, 我们带了另一个木头。哇，你要在这边还是在那边？对，好像当中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的第三集完美的结束了，真是没有想到，所以成功了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谢谢大家。